这一集又是我了。冬瓜哥，人家要听故事。我会的魔法不多，但是整人的特别多。我要用一把剑冒险这个世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冠冠，欢迎来到我们上三界第33:3哦。哇，这一集竟然有五个三呢，三傻三界33:3咯，真的是属于三傻的一集啊！没想到是由我来开拍啦。我们上一集呢是做一个颠倒世界的一个主题嘛，然后我看很多的观众他们讨论都非常热烈哦，那还有很多人希望我可以做一个颠倒的大头企鹅是吧？来要寻找颠倒的大头企鹅的话，我们应该是要有转变粉吧？我不确定转变粉这个东西还有没有，上次我的背包消失之后，感觉是没有哦。转变粉这个东西好像是暮光森林的吧？啊，这里，哎有，哎有有有，还蛮多的、哦。来，我们只要拿一颗，拿几颗鸡蛋来就好了。小鸡，小鸡，啊，有了，大头企鹅，哎，我忘了用命名牌。Dinner Bone， 我可爱吗？这个小企鹅的脚更加的可爱啦！这是什么扫地机器人啊？来，那我们今天开场呢，来这个附近呢，我们今天没有到处玩，我们那个美食模组哈、哦，我看上一次那个回应还蛮好的，大家一直希望我再多做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哦。今天我们就再来做一些更诡异的东西好了，但是今天这一集会跟上一次的那个认真探讨的不一样哦，今天会认真让你们饿死哦，所以还没有吃饭的观众呢，先去吃饭哦，不然你们看到图片会打死我、哦。那我就开始吧。来，我们上一次做的那个汉堡呢，真的是大受好评啊！这个多层三明治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应该还有其他的厉害的家伙吧。然后上一次最多人留言敲碗的，竟然是这个什么食人族三明治，到底是什么鬼啊？它还能进化哦！烤的食人三明治，真正的食人族三明治，还有烤真食人三明治。这应该都是翻译的差别啦，不过应该都在讲食人族吧。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要用什么食人族三明治呢，要用碎牛肉生牛肉碎牛肉。那另外一个三明治呢，另外一个真正的食人族三明治哦，他是用腐肉是吧？我相信大家一定是很想要我来解答这件事情的，交给我了，我来帮你们查什么叫食人族三明治，到底世界上有没有这个东西。来，各位观众啊，我终于帮你们找到了，真的有食人族三明治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不是开玩笑。它的名字叫做 Cannibal Sandwich， 它图片就是长这个样子啊。其实这个东西呢，并不是真的是食人族在吃人肉的这种三明治啊，它其实是那里面的肉是生的，这种感觉是有点像是我们在吃某些比较低熟度的牛排，像什么一分熟啦、三分熟啦，甚至有人说那个牛哦，只要是那个卫生环境条件好的话，它连生肉都可以直接吃哦。那这个食物的发源地我不太清楚哦，但是我确定应该是某一个地方的传统，是美国中北部，它有一个地方叫做密尔瓦基。它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最大的城市哦。那它里面有一个传统，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，他们会准备生牛肉还有生洋葱呢，专门做这个叫食人三明治的三明治哦。那我就没有找太多这个食物的图片了，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看的是没有什么食欲哦，我觉得怎么会吃生的肉啊？算了，如果真的好吃那也就算了哦。但是我看还是蛮多人因为这样子得了大肠杆菌哦，还是不要轻易尝试好了。那这个食人三明治这也蛮好做的，来随便做一点出来吧，介绍了就要做出来，来拿一点生牛肉，诶不对，我们直接拿那个腐肉就好了、啊、我们三傻拍到现在已经100多集了，终于知道腐肉的用处了。拿这个三明治的汉堡包，用这个诶用在一起，真正的食人族三明治，这个东西应该是游戏才有啦，一般的齁都叫这种食人族三明治而已，那是因为我们游戏还有这个腐肉这种素材哦，所以才会有这种什么真正食人族三明治啊。那它保食度呢只有2格哦，如果它去烤的话好像会变成3格吧，也算是加减啦、啊、加减。来，我们把它排成这个样子哦，两傻来的时候应该不会误会我吃了谁吧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哦，这个是上一次制作那些瓜类的东西哦。那这个我们完全没有做过，这个什么炸玉米饼哦，而且这个东西其实补的也算蛮多的哦。你看光这个什么至尊蔬菜玉米饼，可以到7个饱食度哦，有没有更厉害的、啊？章鱼？等一下，这个东西是怎样？它在写什么 ？A legendary food for legendary birds，
是一个传说中的传说，传说中的传说食物啊！这什么？是要用全部的至尊玉米饼再配一个龙舌兰酒？好，我就来看一下。我刚才去看瓜哥给我的原翻译本哦，它是原本真的就叫 taco 嘞，可是它的 taco 不是英文的那个章鱼，它是竟然是用日文的哦。它需要拿小麦做成玉米饼，然后再拿什么安口蔬菜跟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，把它弄成蔬菜炸玉米饼，再用酸奶让它变成玉米奶油蔬菜饼，再用乳酪变成至尊蔬菜玉米饼，再用龙舌兰酒才可以变成一个 taco。我的天哪！来，我刚刚在看这个麻烦程序的时候，我顺便查了一下资料哦。它这个原文翻译叫做 Veggie Taco Supreme， 它长相哈、哦、就像这个样子哦。我怎么查资料呢？它应该都是某一种卷饼吧，主要是以蔬菜为主哦。那我也不太懂，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后翻译就直接叫 taco， 它的复杂程度完全超越了我们这个多人三明治。可是我们多人三明治它就已经加了这么多 buff 了，难道这一个加了更多的 buff 吗？来，安口蔬菜烤好了、哦。上一集我们才讲到这个安口蔬菜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这一集就用到它了。蔬菜玉米饼再加酸奶，变成酸奶油蔬菜炸玉米饼。酸奶油蔬菜炸玉米饼加乳酪就变成起司蔬菜玉米饼。等一下，我应该没有做错哈、哦，好像少了一个蔬菜耶。蔬菜的话，它是要拿这个除草是不是？把它分解变成这个，然后再把它丢到我们这里面。至尊蔬菜玉米饼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龙舌兰酒是吧？来，龙舌兰酒，发酵蜘蛛眼跟仙人掌汁哦，这做出来的效果如果不强哦，我就把它封杀哦。发酵蜘蛛眼，再把发酵蜘蛛眼跟仙人掌汁混合在一起变龙舌兰酒之后，我们再拿龙舌兰酒加五个至尊玉米笋，玉米饼，章鱼终于出来了，各位 ，A legendary food for legendary buffs。来哦，这个章鱼，我们这一集的收视率就看你了、哦。你这个 taco 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哦，我们就只有这一次机会了，各位。我刚已经拍完照，准备可以做封面了、哦。我觉得它一定是很厉害的传说食物哦。来了，吃下去。来，看一下有什么缓速抗性充足食物，回复三，抗火二，生命值提升。哇，我的生命值是怎么样？哇，我的生命值爆表了，爆炸了！哈哈，我没有看过金色的嘞，怎么会有金色的爱心啊？我一定要拍张照，太极限了吧！而且它的那个时效性超级长哎，哇，这个东西我真的是没有办法量产了，这个东西真的太难量产了。看我刚刚光准备就准备了要死要活，这个食物模组真的是太强大了吧 ！A legendary。今天介绍这两个花费了好多时间了，不然来介绍一个简单的好了。这个冰还没有什么厉害的，葡萄干冰淇淋好做吗？嚯，哈哈，它也要朗姆酒哎，哇，这个东西也是超难做的。来吧，我们今天说好了要给大家肚子饿嘛，那好像没有什么肚子饿到好，一个生牛肉，然后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蔬菜卷哦。既然没有办法让大家肚子饿呢，就来给大家看一点甜点好了，让你们想吃吃不到。让我来现查一下这个葡萄干布丁。诶，我刚刚认真查了一下，发现一件事情，诶，它这个葡萄干布丁它是真的有这个布丁哦。它的布丁不是像我们这边吃的这种统一布丁，这种弯腰腰的这一种哦，它是比较像烤的，它像一个蛋糕哦。它其实是一种圣诞节的一种圣诞布丁，那大部分的人都叫它梅子布丁哦。但是其实它这个梅子布丁，其实指的梅子是指葡萄干。那它在外观上呢，长相是非常的黑哦，因为它有使用了大量的黑糖跟黑糖浆哦。那就跟我们这个朗姆酒一样，朗姆酒里面也是要有糖蜜哦，甚至有人会在它里面的添加物呢，加入一些果汁啦，或者是酒类哦。所以难怪我们的这个制作方式是有朗姆酒这个东西哦，它也不是随便找一个东西来做它的配方的哦，是有根据的。通常在做这个蛋糕的时候呢，会在什么圣灵降临日之前哦，大家在制作那一个蛋糕的时候呢，会请家里所有人呢来搅拌它哦，在搅拌的时候就一边许愿望，有种祈福的感觉吧。它的那个制作方法还有一个虫卵呢，我只剩下这个巨蚁虫卵以后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改天再来跟我们的以后多换一点啊、哦。来，把这个巨蚁虫卵放上去，我以后的不行。OK， 换到了，换到了。沙漠巨虫卵放下去，葡萄干布丁
我们看这个长相啊，跟那个图片上的是蛮像的啦。但是现在看到食物啊，只要没有效果，就觉得它蛮 low 的哦。因为毕竟我们怎么吃都会有很夸张的效果啊。好了好了，我也累了。啊，没想到我们要找到一个比赛事还要夸张的极限食物哎，哇，还好你没有让我失望啊。我们的那个章鱼，还是老话那一句哦，如果这个在我们冒险片里面出现哦，那些 boss 哦，对我们来说都会像小怪物一样哦，根本就打不死我了。还记得刚刚那个血量吗？折到破表哦。那如果还有机会，我再找一些有趣的东西拍给大家看吧。大家继续期待我之后的发展吧。那我们再见面了。差不多一个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这边的老朋友喜欢，那都要持续观看我们三个最新发布的片段，就我们三个吧。那个把影片分享给你觉得会喜欢食人族的朋友，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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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